早安，又是一个下雨天，要等随哥来哦，随哥来喽。下雨天，下雨天。落水天，落水天。下雨天，猫在麦当劳最好了，哪里都不用去，在麦当劳里面看股票，手机拿起来就可以看股票了。今天买下股票又涨了，尤其是那里乌沙沙汉已经涨了，涨了，银锭也开始要涨了，它的股票。没有，这是麦当劳啊，同样的人，同样来麦当劳，每一天。哎，拜托。应该是129，要去 review。加咖啡，又来哟！线啊，双臂线，双臂线，多少？哈哈，这么久了？哎呀，这么久慢呢，很少呢，无聊了。到我线了啊，到我线了。最早哪一个词来？你们知道吗？每次我们在麦当劳喝咖啡啊，喝到十二点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今天要去哪里吃午餐。哎呀，现在想办法去找个地方好吃又便宜的。走路走路，我要去吃午餐喽，随便吃一点就好。今天想去大众银行对面的那边有一家不错的，它的食物。就是吉林大众银行对面有一家，还有家里面附近面，还有其他的美食。我下去吉林的旧街场，大众银行对面那家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开。家里面关喽，这样早就关了啊！它是干的粿条，像我们今天吃这个粿条汤。生意不错啊，卖八粒卖七啊！哇，好多八粒啊！杯马币块七，一块七毛。这里生意很好哦。这里出名是干的，你们吃干的，你们好吃。一盘三六块半，十三。哇，好大碟哦！好靓哦！我给我塞一肉。我们将吃六块半。十三，好大碟嘞！那粿条好美啊！来这里尽量吃它干的啊、哦，干的好吃。哇，这么多料，不错，好吃。六块半哦，这么大碟、哦，我叫小的，我叫小的。最重要就是好吃，好吃，很好吃。我吃了几口，好好吃啊！看到吗？那烟好像是自己打的。哇，六块半汤那么多料啊！嗯，那不够牛了，太关键了。很值得吃，你们有机会来到吉林来这边吃啊，就在大众银行对面而已。你们来边吃哦，他辣椒要拿多一点，辣椒好吃啊，辣椒，他辣椒一级棒，叫他老板拿多一点，不要管他。哈哈，水哥知道一只椒好啊，好啊，不打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它的汤里面还有猪油，它很香哦。我现在知道哦，吃了哇，好香，好好吃。改天要带 Alec Brother 来吃， Alec Brother 回来时候带来吃。你们来吃的时候啊，跟他讲我要吃好像刘大王这样啊，小的也是这样的料啊，也不要作假，哈哈哈。
好，十一哥，这样你看吃到完了，好吃啊，好吃好吃啊，拎劲了，看到吗？不的，它的汤很甜啊。十一哥也是吃到干干净净，嗯，好吃啊。我们有机会再来试试看啊，就在这个银行大吉林大众银行对面而已，对面就是吉林大众银行。它这里是12点才开的啊，如果早上来你就吃家里面，另外当家里面也是很好吃的，12点卖到5点，就是这一家，好吃好吃，小锅。好了，我又一点了，走了走了 ，OK， 这里可以来试试啊，不错，好吃，就在这个吉林大众银行对面而已，很容易找的，不用他们的地址，你只要找吉林大众银行 ，Public Bank 对面就是了，把车停在路边就可以了，停在路边是违法的，但是警察没有来没事，哈哈，吉林就是这样的，全部都是停在路边吃的，看到吗？我跟水哥两个总结。这家它的面和粿条那些干的非常好吃，你们可以来试一下，有来吉林就来吃啊。它是12点卖到5点，如果你们是早上来的话就吃大树下的，也就它同样的卖家里面家里米粉很好吃，因为那个家里面家里米粉卖到12点就完了，来迟了就吃这个档，如果来早就吃家里面家里米粉，非常不错。它的巴黎水很好，全部是 original 的，用那个它的种子来煮的，不是粉的，如果粉的话我就不喜欢了，粉的很多 chemical。 吃的好饱啊，6块半，好饱好饱，回家坐花园休息。我又来跑步，今天把车停在这个酒店这边，这个就是 Surrey Malaysia，舍利姆尼舍前面边就是我们每天跑步的地方。这家酒店在吉林已经很久了的，舍利姆尼舍。看一下它的环境啊，这家酒店冷冷清清啊，没有什么人的。走一个圈看，很旧了这酒店，吉林第一家酒店。酒店的后面还有人种香蕉。其实我走进里面来，我是要找出口，要出去跑步的地方。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出口的。酒店游泳池。可以啊，这边可以出。哦，出来喽！哇，看到夕阳多美！刚刚我就从这酒店里面出来，幸好那门没有锁。看这夕阳，好美啊！这里还是不能够过去，要等2年。只要稍微走一步，就看到太阳了呀。OK， 要去跑步了。
开始跑步了，我的车就停在里面。Yes，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，我要跑步喽。晚安，晚安。